我是千鸟，欢迎收看小千车评测单元。今天的主角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车卡林库罗马，相信这台车几乎是人手一辆甚至好几辆。装甲板的防弹能力让它在抢劫任务甚至自由模式跟人家打架都有很大的优势。自由模式的优势可能很多人不认同，但我自己不会对付库罗马，所以觉得恐怖。这样一台受欢迎的车在竞速上究竟有怎样的表现呢？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库罗马分为一般版和装甲版，两个都是在超级汽车购买。不过要购买库罗马必须达成两个条件，其中一个，一是达到12等，拥有高级公寓，进行并完成全副银行的抢劫任务。第二个是加入其他人开的全副银行抢劫任务并完成，他们的售价分别是95000跟525000美金。今天开的这台是一般版的，车商公布的数据中显示一般版的比装甲版快了一点，主要原因应该是差在重量，装甲版会比较重。外观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不同，装甲板窗户有装防弹装甲，灯壳也被条状装甲保护起来，并且拆掉了卡林的标志，内装的部分则是完全一样的。库罗马的真实车辆是30的 EVO10， 也就是末代的 EVO。 我觉得很可惜，很喜欢这台车造型，不管是哪一代都很好看，但是它停产了。车头的部分，库罗马比 EVO 在雾灯上面多了一些小小的灯装饰，然后车灯的高度比较窄了一点，引擎盖进气孔 EVO 是在上方，那库罗马的是往前开的，有一点像 WRX 的那种引擎盖设计。车尾的部分，库罗马它的车灯并没有像 EVO 那样是采用圆形的，而是把它改成横条的，我是觉得圆形的比较好看。然后车牌的位置比较往上提，放到行李箱盖的上面，它们真的非常的响。再来我们发动一下看看，诶，是不是 GTI 里面的车子发动的声音都有点短短的感觉啊？声音是不错啊。那我们来把锁门打开，引擎室虽然没有提供改装选项，但它已经有装上这个拉杆了。然后这个壳还蛮漂亮，上面还写着卡林。行李箱的部分，哇塞，这也太小了吧，这能放什么？四个人坐，放四把枪吗？看起来那个行李箱的后面最深处跟后座椅子之间还有一个距离，不晓得那里面是什么，没有办法打开来看。那我们到车内去看一下，车内空间看起来比小丑那时候还要好了，头不会顶到，上面还蛮宽裕的，前面也不会顶到，还有不少空间，看起来颇舒适。可是我没有办法坐到后座去给大家看看后座的空间是怎么样，所以就只有这样了。这内装整体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老旧，也没有说很好的材质感。
纹路跟小丑那时候就不太一样，不过 GTA 的内装就是没有很精细，除了班尼之外，前方仪表倒是设计差不多，左边大的显示转速，右边大的显示时速，其他的还有油量，这应该是机油，然后温度，还有一个功能是不太清楚的，它现在显示在零，不晓得它是用来干嘛的。方向盘依旧什么功能都没有。再来往右看的话，这个冷气调整方式就是好像十年以上老车，不止哎，我家十年的车都不是长这样了。那最左边的是温度，然后是调整出风位置，然后风量，就这样。再过去有一个看起来颇怪异形状的置物空间，后座没有头枕，我不晓得，这安全性感觉会受到影响。那差不多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改装了。What can the best mechanic in LS do for you? 我觉得就这台车的原型车来说的话，它的改装选项我并不满足，因为它原本是还蛮多各式各样改装的，然后它也是在拉力赛非常强大的一个车子，却没有拉力风格的改装。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项目可以用。保险杆它只能更改前保险杆，前保险杆可以加装那个定风翼，然后有主色调、副色调跟碳纤的可以选择。排气管的话可以用，原本它是双边双出的设计，改装可以改成双边单出的椭圆形，或赛车的，就有点像钛合金的材质的。还有这个铬合金的，看起来闪亮亮的排气管，改装的部分都是双边单出的。再来车灯，大灯一样是可以改 HID， 这个大灯旁边那个 LED 的光条，我觉得非常漂亮，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很喜欢它的感觉。霓虹套件就是每一台车都一样，可以放在各个方向，就看怎么选择。再来喷漆的部分，我忘记我到底喷什么颜色了，现在已经不知道喷什么颜色了。我是用亮金属配珠光的，可是它现在没有显示我是属于任何一个颜色，那我觉得还蛮奇怪的，所以这部分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是什么色。副色调的话是雾面的红色，然后它可以升级防滚架跟底盘，底盘的部分是看不到了，不过根据 GTA 的改装，它其实还蛮详细的，所以这个底盘升级我相信也会影响到车辆的能力。侧裙的话可以有主色调的侧裙跟副色调的侧裙，还有碳纤的侧裙，这是比较一般的。再来还可以用光滑的侧裙，就是它的线条会比较内凹一点，比起街车的会比较内凹，那我是用这个比较内凹的碳纤的侧裙。在扰流板的部分，原厂它就有配给扰流板，它就是主色调的扰流板，可以换装成副色调扰流板，或者是碳纤的尾翼、加色的尾翼、第二型尾的碳纤尾翼，还有 GT 的尾翼。那下力一样是越下方的越强，然后库洛玛它需要
最下面这个尾翼。对啊，之后后面那个性能的部分我会再详细说明。再来是车轮，车轮我认为，依旧是依照地形去看。如果要跑柏油路，我会选择高档车；如果要跑越野路，我会选择越野车。其他的话，像跑车跟改装车，他们就是在高档车的周围，就是可以做一些微调的部分。那我这台车选用的是越野车的特工者，然后红色的轮胎的部分一样是客制化的轮胎。那改装的部分就先到这里，我们去测试性能吧。刹车能力，接下来要看它在赛道中的表现。在这个测试中，我会用库罗马在我自制的城市、山道、越野三个赛道中，尽可能跑出最佳单圈。这个成绩单独看没有什么意义，但我会把所有测过的车辆成绩放在说明栏的 Google Excel 表中，有兴趣的可以点来看。库罗马的传动方式是四轮传动。踩油门，车子就会稳定的特性非常明显，同时它的车尾也很灵活，一点刹车加转向就能让车尾动起来。这两个特性加起来，让库罗马可以在路上很容易改变路线闪车，也少有弯不过去的状况发生。但在比赛中 ，GTA 辅助转向角度的系统会自动调整轮胎的角度，只要踩油门，轮胎就会几乎打直，让行车线变得不容易控制。压到窟窿也很容易打滑，车高降到最低，车倾还是很明显。加上性能不及小丑，时间表现是1分26秒586，比小丑慢了4.67秒。在湿地城市中的表现让我有点惊讶，它看起来跟干地的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比较滑了一点，
但不需要大幅调整刹车距离和油门量。我认为这归功于它干地跟湿地刹车距离没有太大差异，看加速它就想跑直线的特性。我比赛开过的车，像小丑 IH8、路上彗星这些，每一台下雨都需要大幅调整操控。没想到库洛马居然不需要，只要一点点刹车，油门按慢一点就没问题了。时间表现1分29秒189，虽然仍比小丑慢了3.97秒，但差距却没有干地这么大。打滑了，山路应该要表现不错吧？我是这么想的，毕竟原型车是 EVO。我是看了头文字 D 里帝王队须藤精一的 EVO 3开始认识这台车的，留下来一个车很帅又很快的印象，所以我期待库洛马在山道上的表现。看下来的结果是蛮好驾驭的，只要刹车控制好就不会发生推头。可是有两个不容忽视的缺点，侧倾和 S 弯容易打滑。打滑的问题就让我想问 ESP 你在哪？因为赛车水不需要装吗？的确，我在连续弯上没有打滑，不过真的容易打滑。想开库洛马跑山路还需要熟悉一下，侧倾就麻烦了，过弯的时候内轮绝对不可以压到跳动的路面或边缘，不然不是剩下两轮勉强稳住，就是直接翻了。时间表现1分32秒.358，比小丑慢了2.601秒，相较于城市山路可以说是比较适合库洛马的。天门山路，库洛马的怪脾气又出现了，可能是因为雨天打滑的关系，自动修正前轮转向的问题干扰了行车线，不过翻车的问题倒是没了。不像城市不需要改变太多刹车位置和出弯油门量，下雨的山路开起来需要小心不少，注意的好的话是可以跟小丑一决高下的。时间表现1分36秒.397，比小丑只慢了0.467秒，这几乎是差不多。库洛马终于有一场接近小丑，太感动了。另外，不管是晴天、雨天，在山路上使用越野胎都可以帮助减少打滑的现象，开起来更容易上手，但时间不会比较快。
我买了本页吧。曾经有国外的实况组测试特技竞速更新出来的两台拉力车跟库洛马比赛，还是赢不了库洛马。真实车辆的 EVO 也是活跃于拉力赛事，直到今天已停产一段时间了，还是可以在比赛中看到它的身影。应该不会让我测很久都跑不好吧？哦，跟别人测试赛道不同，我选的赛道高低落差比较大。道路狭窄，库洛马翻车的问题让我几乎每圈都有地方翻下伞，尤其是下坡带下转向，一个不小心就可以用滚的了。因为这场我换上了越野胎，但却没有拆掉尾翼，装着尾翼需要时还可以漂移，不装着尾翼漂移就很难再拉回来了。虽然这个尾翼看起来不太适合这里，不过还是装着吧。这就是我前面改装的部分会提到库洛马需要这个大尾翼的原因了。库洛马的怪脾气在越野路上完全成为助力，仿佛为此设计的一样。要跑直就压 R2， 要转弯就压 L2， 虽然没有无脑到都压到底，但车子很好控制。我甚至有一次最后那段下山完全用漂移过弯，只是那次不是最佳单圈。时间表现2:47.100，比小丑快了0.73，终于赢了。如果说推不推荐库洛马出赛，我会说如果有练习时间的话推荐，第一次跑的话就要好好考虑了，因为不知道压到哪里会翻车，很难一开始就拿到好的成绩。雨天的越野跟晴天比起来滑了点，就这样，没有太大差别。时间表现2:51.940，比小丑快了4.735秒，完全击败了小丑。终于啊，库洛马在雨天真的是表现得很不错啊。就我目前开过的车辆来看的话，想要在雨天这条赛道上面打败库洛马，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最后来说说它的缺点，不对，前面都说完了。我认为库龙马可以说是符合预期的一台拉力赛的好车。它的坏脾气是为了迎合越野路面的结果，再考虑到它的车价才95,000，我会推荐喜欢拉力赛的玩家入手。不过我觉得它拿它出来比赛最好的效果就是人家会觉得什么，居然是库龙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千鸟，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